没理我，要没理我，要变成万人迷，固定吧。我偶尔姓张，偶尔姓李。Hello， 猫眼大明星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子宁。八卦粉碎机，真料看这里。今天我要粉碎的八卦是，火箭少女新歌录制11人近照曝光，网友说子宁眼神空洞无神，我可能当时在发呆。啊，我下次我会炯炯有神的盯着你。网友问：创造101中导师黄子韬为何101人中独宠子宁一人？哎，这个是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个可能是个错觉。一直以为子宁姓子名宁，万万没想到姓张名子宁，这是什么神操作？我偶尔姓张，偶尔姓子，因为我刚出道的时候就叫子宁，没有带姓，我怕我叫张子宁之后没人认识我，那我还是先姓一下子，大家知道子宁了之后我再姓张吧。子宁吐槽超越笑出猪叫声，万万没想到被自己粉丝回怼。先解释一下，你笑出鹅叫这个是吧，咋说呢，可能是我开嗓的一个方式，这个很容易，很适合开嗓。听到12个数字，然后你选8个数字，然后我告诉你还是送分题还是送分题。那我选3。3是做一个可以验孕的问题。再来一下，好。9。好开心啊，我可以去配音了。我跟你说配音可挣钱了。7。把你关在一个60只蟑螂的房间里面，房间里面有电影，待满24小时你就可以吃不泡面。听到前面一句我就没有精神听后面。蟑螂 no， 就我特别害怕脚多和没有脚的生物。你想想脚多的。你想，哦我的天啊。然后没有脚的更可怕，就是那种蠕动的那种东西。你后面说的问题是啥？24小时，我还在呢。20。穿越到未来，男朋友200斤和男朋友秃顶，哪个更不能接受？这个是个送命题，我还是选择。秃顶吧，它可以很高，我就看不见它有没有头发。现在植发的科技那么发达，我觉得应该可以挽救。12。粉丝说出什么话可以让你在射箭的时候一秒走神？其实他们说啥我都会走神，因为你们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。10。这是半夜梦中惊醒，发现床边坐着你的女粉丝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早。妈呀，我的天，我可能那一瞬间我会觉得在做梦，然后继续睡。11。穿越到狗血偶像剧中，你最希望的剧情是怎样发展？哇，太多了，包下一个整个游泳不是游泳池，那个游乐园，然后什么突然搞一下小惊喜啊什么的，我超吃这一套。勇敢者游戏，谁敢谁有戏。我们可以先尝试上场。 Round 1。先是第一，先是单膝，真的是第一名，都是真的都是。我怎么你看走我的魅力，我要魅力，我要变成万人迷。再来一下，我找到感觉了。Round two。每天就说第一句，先给自己打个气，一厘米都要说声对不起。我怎么你看看我的手骨在哪里，魅力，我要魅力，我要变成万人迷。平翘舌的会。3倍，我可能就能跟上那个啊我。好像那个电玩城里面的那种，像这个声音，我看到肉的时候的样子。
总有人说我好看。我就最担心搞笑了，我不太会搞笑。晕了，不许说话。你反正你就是晕了，你晕了。